过年吃咸货是安徽不少地方多年来的习惯。在安徽滁州天长，当地把肥美的鲜鹅腌制风干后，制成一道独特的风鹅美食，成为当地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年货。在安徽天长市，制作风鹅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过去的人们制作风鹅是为了更长久地保存肉禽，用盐锁住新鲜。如今当地人保留下吃风鹅的习俗，更多的是当地特色饮食文化的传承。制作风鹅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将粗盐均匀地抹在清洗干净的鲜鹅身上，开始腌制。我们这个风鹅腌制是先用干盐全部把它擦均匀，一般的腌制大概在3到4天就可以把它封了。几天的腌制之后，已经入味的鹅胚就要被推进烘房里，通过冷热风干燥烘制48小时，让风带走鹅表面的杂味，也去除掉多余的水分，鲜味就全部浓缩在嫩肉上了。与传统腌制咸鹅不同的是，风鹅的制作还要经过卤液蒸煮这一步骤。这样一来，做出来的鹅不仅能去除肥汁，肉质也更加细嫩可口，色香味形俱佳。